嗨，我是宝可梦，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个人标榜它是2018年的停车神卡，这张卡片就是中信的噠噠 Lexus 联名卡。好，那我们就来开箱吧。先把它这样解开，开卡就是这样子，然后你可以看到它的信用卡，然后还有我们的卡背的说明，这样有没有看到非常漂亮的一张信用卡。再来就是要分享这张卡片到底有什么优惠呢？为什么这张卡片会让我称之为2018年的停车神卡呢？其实是因为它天天可以市区停车4个小时，它的门槛其实也没有很高，只要上个月的中信卡账单只要有满10000块以上的消费，这张卡片次月天天都可以停4个小时，在中信的4大指定停车场，中信嘟嘟房、台湾联通车库、24TPS 每天停4个小时，当然一天只能够停一次啦。如果你有市区停车的需求的话，这张卡片我真的很建议你办下来使用，它几乎可以取代2017年我所推荐的八海图汇转弯联名卡，已经被赶下神坛了。现在要上台做的就是这张卡片。第二个我觉得很棒的优惠就是它一年送你4趟的机场接送，你只要达成它的指定条件，比如说全额机票或者是80%以上的团费，再加上满10000块以上，那么你就可以使用这个机场接送的服务。第三个我一定要跟大家分享的特色就是它的红利点数回馈机制。像这张卡片的话，它是国内消费红利3倍，那国外消费跟在 Lexus 车厂的消费就是红利5倍的部分。那一般人都会困惑说，那这个红利3倍跟5倍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它价值是多少？如果以中信1000点兑换80点现金来说的话，它的红利倒是不怎么样。在 PTT 的点数版里面，中国信托的红利点数1点价值的是0.15元，所以以刷30块钱得3点红利来算的话，你刷30块钱可以拿到0.45元，所以0.45除以30得到的就是0.015，也就是现金回馈1.5%的意思。同样的红利5倍，大概就是2.5%的现金回馈。事实上，这个回馈比例其实不输于现在国内的现金回馈主流的信用卡哦。最后就是这张卡片当然还是有一个新卡礼咯，如果你手刷2888元的话，它还送你一个保温杯，或者是满3000元就可以抽奖。好的，2018年的停车神卡宝可梦就介绍到这边咯。如果你还想要了解更多的话，欢迎上省钱记事本的部落格跟粉丝页，可以看到更多讯息哦。拜拜。